心有一点情感，咱有一条顺落来的心，这是咱穿家己的定性，拢是与顺着天理。母娘啊，教化一点气，随着清净的天性，我只有来讲法界道理言，真理恢复上天念，无形转咱心清。有咱一条莲花心，转过来心合定，这是咱为主的灵气，嘛是咱向着真顺的心。有咱这么啊精的本性，我只有来讲显露咱的原心，是以清净的本领。金宝啊来讲安静，有咱这么啊顺的灵气。我只有来讲顺家，咱的心性是以正法这点理，我爱显明家己。有咱顺着清法界，咱来引着金宝心，拢是主要通天灵。阿婆啊，爱咱心的静，是咱有母娘这点理。我再来看有先天降下来的神，一点灵光，一条灵气，只有打通咱顺家的心，有咱一条青天理，我爱行倒转来顺无神，这是咱稳定的灵气，直通个人这条心性，一点灵光的天灵。咱爱看见心情，是咱有真稳这点理。我爱显露有顺的心，这则是咱讲的通天本性。如来转呐，咱的本性是以清净的天性。我爱来讲出家的天命，你有这条灵源路性。咱再来讲回母安定，是咱一条清法心，是咱来讲着顺家母娘意，一点元天的灵气。我只有来讲净出先天神，这是无形的灵性，咱爱看出来先天神，有咱这么啊顺的灵性。我再来讲天元这条本性，这是顺着天理，我爱行向顺天。你有这么精的天界，我再来讲显明顺母神来，是咱这条正天灵。阿婆啊，给我这么精，是咱恢复清天气。嘛是咱行的向顺天，灵源有咱现世性，转咱出家心道静，是咱随着通天的心。我爱有这么稳阿母啊的灵，这点顺着灵气，爱咱显露青天，顺咱元天道定。咱爱看回先天神，拢是自在这点理，拢是我爱讲出来这条灵，这是咱无形的灵感，现伫咱这么顺的心性，真理有咱落天来，转咱气中合天意，我有一条灵源落心。再来讲这么正的天意，是咱这条清法界，是咱来讲出家定性，上苍有正灵气，爱咱恢复先天性，有咱这条灵源的本意，老母再来定落先天气，拢是自在这条灵性，拢是先开咱的心性。灵源本意是天灵来，
会出正法是心如在，有咱一条灵天性，有咱老母来讲顺天性的，这是咱道家的天理。我爱向着无形的正心，随着天元这点灵，咱爱看出先天意呀，是咱无形的天性，是咱见无这条灵魂。这是我的本愿念，爱咱行的善事清，是咱嫁入来先天理，是咱老母啊这条愿灵气，导咱清净这点性，爱咱回转愿天灵。我有母娘这条灵气，因咱这么清的心，随着正法这条灵魂。阿婆啊，爱咱的孙，是咱这条青天的真意，是老母来讲顺家落神，一点元天这条灵气，只有打通咱见母这条心，这是咱看出先天性，嘛是咱来行的正天灵啊，顺咱恢复的灵气。阿婆啊来讲，这么啊静的心，这是咱主要通觉界，嘛是咱一点清净清天在，是我以正法这点灵气，是咱来讲着顺觉这么啊静，显露的本性。我爱顺觉道灵，予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。咱再来兑现顺咱的无性，这是灵魂的本性，嘛是咱见无这条元灵，有咱一条青天的灵气，我爱来行顺界心神，是咱以上苍这点理，阿婆啊来显明家己，修咱清净这条灵性。咱才有这么稳固的天命，这是原始的本性。爱咱见母啊，这么清，咱有元天的灵气，咱再来兑现顺家的神，这是灵魂，这个灵气会当行的顺母娘啊的神，咱有一条清净的天理。咱再来兑现阿婆啊的心意，拢是自在这点灵性，拢是先开咱的本性、灵魂伊的灵气。只有咱来通灵顺母，有咱这么啊清净的天性，我再来讲顺家显明。你有一点灵源的天性，我再来讲顺家。恢复中，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气，就顺着通天，无形伊的灵性，爱咱转的是天命，拢是显露的灵气。咱爱有真稳定的心，你有这条清澈的天界，我再来行向稳定的自在，这是咱兑现。的灵性，啊！我爱顺甲这么明，是咱元天道灵。我有这条正法的心，这是咱回到的灵气，看见家己顺甲的心，照着灵魂伊的灵性。我爱行正清净，母娘啊，有这条本源本性，转过着这么稳的天。是咱无形正法界，是咱来讲着兑现心自在，这点元天只有灵气，爱我现落来只有心定，这是咱传法这点灵性，来到真稳这尊心明，这点灵光，这条灵魂，只有来讲着通的顺，上苍的灵气。只有来兑现咱的心性，你有这么稳的天界，
我再来讲顺母自在，照着清净的天，咱只有来讲阿母啊的心。我有现世界的天性，再来讲稳定咱的本性。随着这条灵魂的天意，咱只有假入来顺甲落灵，天道是正觉大，回咱清净是无量意。观天老师咱经，我用着正觉这条心，出在上苍这点理。我有阿母啊这条心，这是咱应觉先天意，老母娘娘开出来，是咱有真稳这个天界，是咱抓定这个心。我有这条清楚的天缘，母啊，你再来讲顺甲这尼啊清。这是有稳定的灵气，转过来心中咱的顺性，天元老母这么正，我爱行向元始的心，拢是天元这点灵气，你才会当顺着咱即马这个心性，有咱这条正法天灵，咱才会当看出来先天心。这是阿母的灵性，也是咱过出来这条清净。我以这条正法的灵气，向着咱这条上天，我再来行向无形境，是咱有稳定这个天元。母啊，落架这个心清，带有咱元素这条本性，无形伊的灵性。爱我行的正法心，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气，行向先天顺落来的心，真理的本性，使咱通天清净。我有母娘这点灵气，再来行向先天的心，是咱无形正法界，是咱搁再行现在，这是咱灵魂的天意。金宝啊，来讲行出先天理，灵有这尼啊顺的本性。我再来讲顺加安定，这是顺着先天的心。我带有金宝降落来的心，上苍有这点灵气，爱咱向着顺加心，这是咱灵魂伊的灵性，转过来咱的天性。随着通天本性，咱再来悟出这尼啊清净，拢是显明咱的灵气。咱爱对着顺界心理，你有这条正天的本性，我再来讲顺界安定，这是咱的灵源灵气，爱咱行的通天。你有这点灵的天界。咱则看有现主时的自在，这是咱清净的本性，转咱定法这么明。先天有这点理，我只有来讲安静，是咱无形这条灵气，是我见无这条心，这是咱转的天灵，灵源有无的灵气，定咱这么顺的心性。咱有这条元天的灵，再来讲母娘这么正，天道清净，咱的灵气看在这么顺的心，因为这是咱阿母啊的灵性，这点清净我只有献出元天咱的本性，心啊为主，这条灵魂真理有母的灵气。定来在世，咱的心，我有这条清净的天界，使我落定现在。母娘伊的灵气，只有显明顺咱的心，是我以正法这点灵气，带有咱见母这条心，这是咱传法的天性，爱咱行的正法心。是咱母娘的本性，是咱以清净的天灵。我有一条灵源的灵气，
咱再来行向这呢啊顺势，这是咱阿母啊的灵性，啊嘛是我对先清净，咱有这条本源本性，你再来讲这呢啊稳的灵魂，是咱稳定现世界，是我来讲着正法心自在，这是咱通天的灵性，发射着无量伊的清净。我爱有这条正灵的天界，我再来行回正理的自在，是咱这点灵魂天意，是阿婆啊，搁集中我这条心病，上苍伊的灵性，慢慢引导倒来我的本性，照着先天咱的灵魂转过来心落定，这是咱清净的天。阿母啊，给我这么稳的心，是我用着这条灵感，母娘啊，爱咱有这么清的心，转咱有落来的灵气，我爱向着真顺的心，这是咱恢复天元的灵性，来到母娘这么稳定，是咱这条清法界，是咱引导倒来心自在。咱有这点清天的灵性，打通咱原始这尊神明，这是我的灵气，接回先天无留心。有咱这条清净的天界，我再来行无形的自在，照着灵源这个灵气，慢慢行出咱的心理，恢复正理这点天性，只有开咱今仔这个心。今日我只有用这个气练神、出神，安尼我才有这点元天元神的自在。这是咱直通咱的元性。今日爱咱归元，这个无体无性，所以讲我只有用着这个心，甲这个灵加入吧。这是咱讲的通灵本意。无形增加咱的心，是咱转来这个天理，是我行向顺无这条心性，上苍伊的天灵，咱只有转入着清净，这点原始的灵气，我只有行向先天心，拢是自在这点理，拢是显明阿母啊的性。这点则是咱顺家的天神，是咱无形正法界，是咱显明元神在。我有这条清澈的灵性，再来兑现元始的本神，拢是清净这条灵源，拢是阿母啊这么顺的心，是咱清净这点味，是我行做过这条心。无形伊只有讲天界，爱我显明只有自在，这是咱天元这点灵气。阿婆啊，向出家这条灵，上苍的灵性，爱咱转的先天神，咱有这尼啊顺的本性，再来讲回转先天咱的本灵，拢是主要这点气。咱爱显明顺母的心，是我有这条正法正理，是咱来讲着清净这么顺的心，这是无形的天性。咱爱看出先天神，灵魂有这点教，咱才有这么稳的心，拢是主要的灵性。咱再来看有稳定。灵魂本意是天性，爱咱行的是天命。我有这条正法正理，再来讲敬母顺天，灵源自在是灵性，爱咱恢复是天命。我有一条正理的灵气，咱再向着顺家的心，是咱一条正法性。是咱转来现的情，
这是咱主要的本性。你有这点灵源的天意，咱再来行顺界心理，拢是稳定咱的天界，拢是原始这个性，这是咱的见无清净，咱才转有这么顺的天意。无形伊的本源性，是咱行向这么啊近，这是咱主要的天。我有随着天元的心，咱才有这么啊近的你。咱有这条灵源路线，再来讲着顺加安定，这是咱主宰的天意。阿婆啊，来行出上天，是咱顺加这点灵性，是咱各向的先天灵，这点有稳的本性，咱只有看出先天的原型，无形伊的天界，只有看出先天性来。是我用着清净这个灵性，来到真稳定这尊生命，上苍伊的天意，只有咱来行顺加落心，献得开这条灵魂，我才有母娘啊的稳。你以这条正法正理，我再来行向无形界咱的心。这是我主宰的这点灵气，啊嘛是我爱行向着顺家的神，拢是主要通天。咱再来行入来顺母的神，一点灵魂，一点灵气，咱爱向的是先天性。这是我见姑娘啊的法界，直通咱的正法自在。这是我应母娘的灵气，拢是清净七条灵性。阿母爱我行是正神，上天先来是灵驾，现咱清净是天元。母娘爱咱有稳定，你有正觉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行向顺驾的心，是咱无形正天来。是咱转开现在，你有这条灵魂伊的灵性，咱再来讲顺加现前，这是咱道家的天理，啊嘛是咱行道转来顺母的心，是咱有这条清楚的灵气，咱对着这么啊清净的心，是咱恢复天元灵，是阿婆啊来讲着这么啊净。拢是顺着灵驾，咱才有这么啊清楚的心，有咱无形的天灵，咱再来行向先天灵，这是咱的灵气，向着真稳定的心。你有一条灵源的灵驾，咱再来讲对现阿婆啊的神，是咱无形正法界。是咱行向先天性，这是咱道家的本领。母娘爱咱这么啊亲的心，是原始这个灵性，是咱转道清净的本性。你有一点灵魂的天性，这是咱道家的天理。阿婆啊，行入来的心意，你有这条正法的天性。我再来讲顺着母娘经，现咱这条灵魂的灵气，我只有行清家己，修咱本源这条灵性，是咱一点清澈的天元。母娘爱咱这么啊顺的心，这是咱道家的天性，啊嘛是咱来讲着通灵，回着母娘这点灵性。咱爱救地团，咱的清净，是咱恢复正天正理，是咱转过来上天，灵源这点灵气，是咱安住现住时，我有无啊这点灵性，转过来则是咱的天灵，上苍的灵气，转咱这么啊正的心，
这是咱恢复通天的灵感，是咱这呢顺的心意。青天落来是本性，爱咱转落是天命。咱有这呢顺，这是咱得通这个灵气，爱咱向着真稳定的心，是你行这点灵性，是咱可讲出来这尊心明。这个天意只有咱安静，阿婆也只有讲显露心，是咱有这条清澈的天界，是咱来向着原始的神。这点有顺的灵气，应咱先天顺利，无形伊的本源性，爱咱显明我的心，转过来这条天性。咱才会当行阿婆啊，这条元灵是咱有运这个灵气，是咱对着真稳定的心，灵元有落的灵性，爱咱转的是天性。你有这条正法的本领，咱再来行向先天性，这是咱儒家的灵气，转过着咱这么清的心。拢是元天的真意，阿婆啊来讲定出心，有咱这条清净的天灵，金宝啊爱咱转的精，是咱顺着清净的天，咱再来行顺界神，灵元有宝的天性，转咱开元清净，我有现主持的本性。灵魂伊个法界，只有度咱现诸时。今仔我只有讲现在心感，转过着我现诸时个关系，灵魂归到正法心，传咱见无遮尼深，随着通天一点气，因咱转开元天心，灵魂闹正天来，度咱气中顺心开。是咱得通这个灵性，是我搁入证这尊神明，灵魂伊的天界，只有来行稳定这个神，这是咱无形的灵气，啊嘛是咱用先天降落来的心，上苍的天意，无让落架顺利，用咱传达这条灵性。应咱顺家，咱的本性，拢是恢复咱的天界，行过清净这个主头，无让爱咱用着这条灵气，因我这么静的心，是咱这点灵魂的灵性，转过着咱的平静。你有这条灵魂的天理，咱再来行向清净这条灵魂。真愿应来出天界，上苍无形扑来，咱爱一条青天理，转过着心伊的境界。我以这条青天的灵性，落凡外心，是咱这点清楚的天理，升华老母伊的元真，天理转来为天性，无形定来这么清。这是咱的顺着灵界，拢是得通这个天性，拢是传达咱的本性，灵魂的天意，是咱顺家落心。我有一点敬天敬愿，咱才有一点灵魂的顺意呀。这是咱清净的天愿，啊，无啊来讲顺着这条心。显露是正法界，露灵是顺咱的性。我爱是一点清净的天，来讲着无让转的明。青天闹正法界，爱咱顺着金宝来，上苍一点灵气，只有请用咱家己，灵源归咱现主事，修咱通天正顺体。灵源一条正天理，
爱咱服侍上天意，灵魂灵性是天性，爱咱转落本性。这是咱清净的发财，生伫咱正念稳固的心，灵魂是天意。既然无娘是老精，顺咱一点灵气，爱咱行先天性。这是阿母啊的本性，我再来讲着清净，咱的本性，随着这么稳的灵气，我再来讲稳定，咱这条灵魂，拢是顺着这点灵源，母啊爱我的情，这是咱主宰的神，是咱一条灵骨架，是咱来讲着母娘现在。有咱这条青天的真意，大母来讲着顺家一心，是咱行入这条灵性，是咱向着清净，这是咱灵魂的本意，慢慢通咱青天，顺着这条本源神接引咱这条灵本定，青天落来是天意，既然清净是道心。无形现来则是灵界，咱有这条正法正理，无明先天的灵界，这是咱出定这点灵魂。阿婆啊，伊见我这个心会稳，上苍伊只有讲天界，爱我只有讲神自在，是咱这条清净的心，爱咱母娘，予我安静。我有这么啊顺的灵界，再有咱母娘啊这条本灵，你有一点清澈的天界，我再来讲一定显主时，显露是灵发性，转眼有某是天命，是咱随着灵源心，阿婆啊转眼这么静，这是咱随着天元的真意，带有咱道家慧命。是咱主宰这点灵气，是咱行向先天的神，这是咱清净的本性，爱咱搁再顺家的天灵。我有这点灵魂的灵气，再来行向顺咱的心，这是咱度化咱的灵性，嫁入来这么啊清净，拢是主宰这点灵魂。穿过着咱的心，这么啊明，上苍的灵气，是咱恢复先天性。我有这么啊稳固的天界，咱再来行向先天自在，是咱一条灵源的天理，是咱行向这么啊顺势。我有母娘这条灵性，咱再来行向先天灵。一点灵光，一条灵气，只有因伫我这么静的心，我有母娘这点灵驾，仙路是正天元，母啊来顺甲这么啊深，我有这么啊顺的天意，再来行向顺家的心理，现咱一条正法心，转咱有定这么啊深，我有母娘这点灵气。来到清净，咱家己现咱归元是天性，教咱转的是本性。我有一条灵源的灵气，加入着清净，咱的顺觉是咱本源道精，是咱照着天顶的心，这是咱转个这么啊清的灵源。今仔日我只有讲天意，老母啊助我开灵。我才有这么啊清楚的心，是咱无形这点价，我会当稳定在现主时，修咱清净合母灵源这条灵气，上苍顺加咱的心性，天元老正灵爱咱见母清，顺着这条正法的灵气。我只有来行向顺着心，是咱这条正法心，
是咱来向着先天灵，今要予我这条灵气，爱我显露清家己，修咱一条灵源为主，爱咱传来先天理，灵源归来上天见，无量合正顺无心，调咱这条灵气，现咱转的则是天性。母娘伊咧甲咱调整，咱爱行向咱现主时的心，这条灵魂，这是咱儒家。今仔我只有照先天所示，现落我真清楚这条本性。随着阿母啊这条元神，转入着咱姊妹这个清空，拢是直晒上来咱的本性。寄入的先天母娘神，天元就来显世形，转咱出家心如镜，随咱一条灵气，现咱清净则是如性，是咱主宰这点灵魂，是咱行正理的家，这是咱清楚的天意。阿婆阿来讲顺家如性，是我有这条正法正定，是咱来行通天合定，灵源伊的灵气，只有显露咱的顺利，这点则是咱道家的天。我有这条灵源的灵性，行出着清界咱的本性。你有一点灵魂的灵性，咱再来讲回到咱的天命。是咱顺着这点气，是咱来向这样啊正。阿婆啊，伊咧讲的是先天神，我有这条，则是咱的灵魂，是咱这点清澈的天。我再来行顺家的心，无形伊的灵性，只有来讲着通天，这是咱随家的灵魂，转过着咱的心这样清。咱有元天的灵界，只有来讲着顺母这条本性，随咱显露是灵气，接到转来则是咱的通灵。上苍伊爱咱的清净，看着咱家己的心啊，会明了。今仔我讲的是对我家己这个心的清楚，表态无形伊的落界，是我用着正法这个理。杀出来，照着先天的意，拢是无形这个空中，这个中间，我会当讲出着阿母啊这条灵性，这是我传着这个空空的心，我才会当寄入来母娘的圣意，导着我起码顺着这样自在、这样自然的心，这是咱天元的本性，听着正法的神。落架，这是咱现主时的灵气，启出着咱在世，咱这条心，拢是直通这个天理，发射着上苍这条心意，灵魂也当照咱怎啊这个心，打开咱现主时的界。今仔我只有讲天理，要来讲着先天的灵性，在咱今啊这个幽定的限界。我只有讲到这么啊顺，这个天性是我用着有限来报告。今仔我所有接的是无限，从这个境界只有阿母啊，伊给我，我才会当照着事实。我即马有界限内底咧讲出着我这个心意，这个天元只有这么啊顺性，我爱是接先天的本领。无形为何是天灵界？度咱清净，则是顺利；应咱天元，则是本性；徛正顺母，则是天命。是咱归元这点灵性，是咱带有这样啊通的清净。灵元本意是天灵界，落定是现在。我爱是直接咱的灵。今仔我只有讲通显主时，因为咱爱是显主时的定神啊。
现在我在讲道，是这秒钟我就受到母娘伊的教化，所以我要从着这秒钟足紧的一刹那，安尼我才会当讲顺着灵性一顿，就讲一个清醒，一个时阵，我就要从着母娘和我讲的话，我要甲伊表态甲清清楚楚，这就是我净化这点灵性。来讲到先天老母伊的关心，是我家己关会掉，母娘伊个会当运转我这条灵更加精彩清楚。这是咱顺家这个天理，用着咱的个性，用着咱的精神本领，这是咱专职清净中。阿婆啊，爱我一条灵魂来讲开着这条心应咱的天界。拢是伫西岛等下咱的源头，母娘啊，就是咱的庄园精啊。咱是为这个精母，有诶讲话做灵母啊，是咱元灵的母元母体。这是咱度化咱的灵气。世间人，你一定爱行到遮，你才有这个心静落来，敢若亲像母娘亲身来到位。这就是咱选的。今日咱也无安尼变，无安尼深入，咱这个心戆嘛嘛。所以讲，咱要讲的是天元的灵性，搁再复明一处一处，这个光一直光一直光，光到永远不变，金光不变不乱。这就是咱度化咱的灵性，要照体。今日咱毋是照伊哦，是照咱现主时这个身体。来讲甲母娘，这个天体叫做金刚体，这则是咱的金刚，永远是这样光的，伊是袂无的哦，毋是像咱姊妹来讲的，咱的这个耳汤有无金色色，十多年了，伊就慢慢啊变化去啊，褪色去啊，是咱永远修条条，这个心就是这样光，这样香，这样自在，今日咱要练心。咱只有讲天元的定性啊，今仔这心不变呐、啊，安尼才会当行出着咱的正常活灵啊。是咱以这条清澈的天性修行，毋是死过的啊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随时的变化。咱的念头，你会当行回正立这个天元，接着老母娘这个心团呐、啊。这是咱的天理呀、啊，用着咱的心，用着咱的音，用着咱的声，来代表着正法啦。安喏，天啊，有风有雷啊，有雷有雨啊。所以讲，我只要要讲的是这条灵气，行出着先天咱的定心啊。天道是正法界，爱咱来讲着清净顺自在。这是咱的天元一点加，啊嘛是我爱讲到一点灵气，拢是兑现咱的灵性，拢是找出来咱的本性。灵元本意是灵加，现咱转的是天灵，顺着这条灵性，咱只有来讲回母这么清。好啊！
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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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啊咿耶嘞嘿，哎那啦哦啊咿耶嘞咯哦啊咿耶嘞嘿，哎那哦啊咿耶嘞咯哦咿耶嘞嘿嘿哦咿耶嘞嘿嘿哦哦哦，哎那啊哦啊嘿，哎那哦嘿嘿，哎那耶哦啊咿耶嘞。哎呀啊哦哦啊咿耶嘞嘿，哎呀嘿哦啊咿耶嘞咯嘿嘿嘿，哎呀哦啊咿耶嘞嘿嘿嘿嘿，哦啊咿耶嘞嘿哦嘞嘿嘞咯哦啊咿耶嘞哦，哎呀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呀哦耶，哎呀哦耶呵。哦耶啊啊哦哦耶耶，哎呀哦耶，哎呀咿耶嘞嘞哦，哎呀啦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，哦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嘞，哦啊咿呀啦啊啊哦啊啊哦啊啊哦耶呵，哎呀哦耶嘞嘞哦咿耶嘞嘞哦耶啊。